大家好，我是李嘉格的天使，我今年带大家来看的这个单位就位于西摩道33号的汉然。汉然就在2014年落成的，总共有129个单位的。我今天要看的一个单位就是在低层的，现在就带大家参观一下内容。西摩道一入来就已经去到屋苑的门口了。咁呢个就电梯大堂，好快就到咗门口啦。大家好，好快就带大家嚟到单位嘅内容咯。咁今日要介绍呢个单位咧，总共系1311尺嘅一个三房单位嚟嘅。咁我而家咧就带大家望下个厅先啦。大门一入嚟就是饭厅啦，左手边是客厅嚟嘅，咁直出去啦就是露台位置啦。呢个露台咧虽然系话系楼景啊，但系佢个个景观都算是开扬的景观嚟嘅。咁由露台望翻入去呢个客饭厅都好阔落嘅，而呢个饭厅比较特别，有个窗口，呢个窗咧入去咧就个厨房嚟嘅。个厨房就系喺大门嘅右手边嘅，咁直入去咧就工人套房嚟嘅。咁出到翻去个厨房嘅本身啦，系一个 L 型嘅橱柜设计嚟嘅，而所有嘅电器都好齐全噶。咁再行出少少，仲有个露台仔俾大家晒衫噶。而而家睇到对面呢个泳池咧，我哋可以共用噶。咁睇翻嗰个橱柜啦，都仲好新净噶呢组橱柜，而且个露头仲系好大。而呢一个位咧，望翻出去客饭厅，咁可以照顾小朋友。咁厅嘅中间入去走廊就系第一间咧，就系客房嚟嘅。咁喺走廊嘅右手边咧，就个客厕啦，好阔落噶，有个浴缸噶。而在洗手间的隔离就是另外一个睡房，是有个大窗台的。咁我哋嚟到呢度啦，就系个主人房嚟嘅。咁主人房咧，起码超过100尺噶，咁啊，起码都摆嗰个大地衣柜啦。咁呢度都可以摆到张大床嘅。另外啊，洗手间都好大噶，我带大家入去洗手间睇下咧。大家都看到啦，这个洗手间真的很大的，有个企杆啦，除此之外个浴缸都很大的，而且连个洗手盆都咁巨型添。咁睇翻呢个主人房出面个景观啦，咁系同个厅系同一个景观嚟噶。好啦，睇完内容啦，我哋而家就带大家睇下周围环境啦。这个咧仲有一个出口咧，经过个小花园系可以去到见到嗰个出入口噶。咁见到呢个出入口嘅对面就已经有巴士小巴啦，去铜锣湾啊或者九龙嘅。而在巴士站前少少就有个超市啦，咁啊喺呢一个位咧向前行咧就可以去到半山嘅扶手电梯噶啦。咁喺亚巴甸街呢个位转落去直落咧就系中环位置啦，而喺对面咧仲有个孙中山纪念馆添。好啦，如果大家对呢个屋苑有兴趣嘅话，欢迎大家揾我，我系李家角嘅听士，多谢大家。